parte.郝俊民跑动射门，漂亮，真的非常的漂亮。这几天的任意球没白练，对，而且这场比赛是通过两个任意球2-0领先，对，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安琪根本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哎呀，就是平时每次训完练以后的，一个韩叶明的在大禁区线的左边，他是在右边，两个人的啊，现在是任意球是100%，平时训练是达到了60%。毛彪上场，此时此刻毛彪换下了32号查尔斯，再看一下。要球速，要角度，要力量，都占了。再看一下，非常的漂亮，强烈的旋转。1号梦游，王军